太贵了啦。为你带来这一首《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》，谢谢。是你最疼爱的人啊，所以是亲密爱人啊。不一定啊，因为
最疼爱的人，比如说我为什么之前唱这一首歌会觉得很难过，因为我姐姐她生病过世以后，我就觉得每次听到这一首歌，我的感触很多。所以我觉得我们人，咱人的生活当中哦，有足侪歌会触动你的心，来听着看，感觉很快乐，啊很温馨，还是讲很难过这种歌，所以听这种歌有感觉，啊听起来吼、哦，真的很舒服。所以你是爹不疼，娘不爱，只有姐姐疼爱你。对，很厉害了。我控制了，这样很对不起我爸爸妈妈哈，真的。